啊，打打打打打，全力只要也打，全力只要也打，再说一遍。然后法师，我去就行了，你打输出交给我，里边交给我，门口就老蔡主要，你打打输出就行，准备走，走。锦商该开好开好，我觉得学哪的呀 ？OK， 没问题。你这冰龙下次能等巨怪之后再就 BOSS 下来再喷吧。你每次老毛这点有什么意义呢？直接喷 BOSS 打单体过儿的血，一二队打单体，一二队打单体，打单体，没有 AOE 收益的不要打，打单体再说。飓风，快点飓风！秘术，来外场打打蹲。打单体，再说一遍，没有 AOE 收益的打单体。UT 接着怪，怪在砍我。准备打密师里边，还是打 BOSS？ 打 BOSS， 门口打完之后打转 BOSS， 转 BOSS， 转 BOSS。那秘书是外准备转秘师一二队，带着稍微 A 一下没死呢。一二队准备转秘师，一二队准备转秘师，留资源。石头丢一下，我他妈石头丢一下。我再扔。小凤凰再 A 掉，来准备三二一转，全力。别急啊，我再说一遍，把蓝歌唱掉，该个人自保就个人自保，全力。好，那过去你们那场接一下。来准备倒数，三二。来，一长琴写歌，教自保，吃糖，别踩火，啊，打掉了 ，nice， 打掉了 ，nice， 打单体，打 boss， 全力打 boss。飓风，门口准备打密室，门口准备打密室。外场准备打盾，外场准备打盾，过来。我来扔就行了，除了我，你们别扔石头了。要不经常扔一起，战斧我好小红手，战斧他，一血。破盾了，接 boss， 接 boss， 准备转 boss。还有一个密室啊，里边还有一个密室，现在资源留好了，里边的一二队的资源留好，还有一个密室，再说 boss 32%，快上十六点，然后压 boss 本体，再扔，一二队三四队全力 boss 本体，留好资源，全给 boss 本体，把蓝歌唱了，杨洋把蓝歌唱了，打密室，自保开，全力密室，不行唐红，这怪双脑。不行唐红，全力密室，击飞准备，写歌，保不住我们，马上有战斧打掉了 ，OK， 很好 ，A 掉战斧，我准备，你知道了吗？回中场是吗？现在不是，对， okay. 回中场，都去中场，别让小鬼门啊，走，别让小鬼门。围着门站，听我喊，闭嘴，铁抓起来，分散，先分散，然后准备找门分单，分散换巢，大腿过来巢，先收小怪，凤凰别进人群，刷，优先打凤凰，先收小怪，
来准备分担，找门分担，来分担门前分担，交物亚古兽罩子 ，OK 交 Link 了，很好 ，Nice， 很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就这把了，加油，别出问题。凤凰带出去，带出人群，凤凰连着出人群，别带近战 A， 挂一下，有资源的挂一下，全力单体 DPI 加大，可以打分散分散。这一轮听我讲，这一轮要个人自保一下，个人自保别死，好顶住 ，Nice。Nice， 还有最后一轮分担，顶住，加油 ，DPI 加大。可能还有分担啊，这一轮分担亚古兽交罩子吸血鬼啊，罩子加吸血鬼。没了没了没了 ，boss 死了 ，boss 死了，不用。boss 已经死了 ，boss 已经死了。Nice。